大家好，我的老四，今天仓库没活了。刚才二子七买个鸡，在家做个煸炒鸡，先把皮剁一下。嗯，这哪一种啊？哎，皮剁了，皮剁了，要骨头给它敲断。你这刀多功能啊！现在学的显摆，走，跟笨笨吃去。来，笨笨来，给你个好东西，来，给你好东西。给你好东西，快点，快吃吧！给你好东西，吃吧。小鸡洗呀，这咱多洗洗的。现在葱姜蒜，几个辣椒，起锅撒药，再加点麻椒、花椒。葱姜蒜先搁我的炸一下，叫鸡往里倒。放点豆瓣酱。放点辣葱。加点啤酒，加点清水，放点盐调调味儿，盖上锅盖，叫汤汁焖干，都起火了。放个青椒，起火。煸炒鸡出锅，嗯，你先尝尝来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吃吧。你也吃啊？我喝了酒，我拿了酒喝。给你拿馍。要半拉的。要半拉？嗯。给，吃半拉，是吧？拿了又开了。嗯。是的，你这杯子咋变大了？哪个弄大了？哪个杯子？嗯。再喝点小酒，思兰，你这喝了酒了，下午有活了，这咋弄啊？有活也不干了，今个休息，给多少钱都不干了。挣不完的钱，再吃个馍。有活儿都挖出去干，歇着都歇得劲。你这是真潇洒呀！人活了不都潇洒吗？自由自在，人家一生都是吃喝玩乐，该潇洒都得潇洒。有些人他不吃不喝，吃了一辈子，该挣钱还得挣钱，劳逸结合。这咋我咋看你有点上头了呢？今个高兴，开心。你哪一点不开心呢？我家都开心。来都来都来都。啥子啥子？啥子？我想喝啥子？还喝你的黑啥吧？喝啥喝啥？好嘞。